大家好，我是栗子。爱来你嘛爱讲台语，先讲结论，今日讲台语。好，但是是安尼，阮做一个网站，我想要做一个网站，伊叫做爱台语，爱伊先做安尼。好，简单讲，伊就是一个吼乡民、乡民、台语乡民用的台语网站。因为咱知影，即摆虽然讲教育部伊有一个互人查台语的网站，佮伊。毋是讲伊无好用啦，是讲伊对乡民来讲无讲真适当，因为你要查一寡阿里不达有诶无诶物件，你查袂着，因为迄个咱互你知影。毋过其实咱咧讲台语诶时阵，咱上想要知影，就是遐阿里不达物件要安怎讲。所以我讲，我讲要来做一个网站，即个网站会当互大家来查着，遮侪、遮尔侪阿里不达诶物件。啊，遮资料要对倒位来诶，因为各位都是创造阿里不达诶物件上介厚诶人。所以就是咱所有的乡民要来同齐编这个书店，这是阮的概念。所以伊会有一寡基本的关，迄个功能，就是讲第一，你会当查物件；第二，你若是查袂着这个物件要安怎讲的时阵，你会当去求讲法。就是有人会晓讲无吼，因为就是你若是讲无人会晓讲的时阵，你若是一个真高讲台语的人，像我同款吼，我台讲讲好，没有人会讲，那我会讲，我来讲。简单讲，这个网站是安尼啦吼，好。啊，经过一冬的打拼，吼、哦，我不是讲即马才开始做，已经做一冬啊，伊即马是生做安尼。好，伊另外有一个形出来啊，我凊彩查一个物件哦，比如讲，我大概拢用这个做例吼、哦，水母，已经得要袂使用啊，搁用差不多五个月就袂当再用这个例啊吼，啊，就看到讲。这是号称黑客中唯一一个有 deadline 的专案，就是五月二十号之前一定要做完，不然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 demo 了。好，那我把这个水母拍进去讲，因为是啊，时间变哪讲了后吼，这都是会甲你讲，也再叫做皮，伊嘛再叫做水母，好、哦，就是一种是台语本地的讲法，一种是你把水母两字用台语的汉字甲念出来。好，这个网站干两好是安尼，不过我今日有别个任务。因为客主一全靠的都袂晓写，所以吼，我着甲大家报告讲，头拄仔迄两个，就是讲我设计迄个概念，甲即摆成果，这个进度到底是到倒位，歹势我袂晓解释。我甲听讲，我即摆需要两种人，一种就是尖端的工程师，头前个尖嘛吼，伊着尖端的端，叫做个尖端工程师吼。第二个是网页的设计师，因为我即摆欠即两个人，毋是两个人，是两组人吼。好。而且咧，因为天主一全靠的都袂晓写，所以工程师伫咧做工课的时阵吼，我都爱提供一挂服务。不过天主唯一会晓的代志就是台语，所以你若想要学讲台语，你想要练习讲台语，请来找阮开讲吼。啊，嘛好旁边一挂意见要煞。若像讲你想要用台语来讨论，你较早毋捌用台语去讨论过的议题，因为有人会晓讲台语嘛。不过有一挂议题，你较早毋捌用台语讲过，嘛请来找阮创作新的台语。啊，即个咱今日创作的成果，就会当当作未来爱台语的基础的资料吼。所以。黑客大神，而且伺候台语尖端的工程师甲网页设计师，有兴趣的人，请你等下来找我，真感谢。